咋了？哎，你好，小猪。你把帽子拿上来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找谁啊？因为当时头毛也是来钱了，反正。我应该在上面，这不他们了。哎呦，刚才抢了回来。那还得再刮。哎，等到拼完之后再刮。不行，你吃一会就黑了。吃一会儿这一会儿这头毛就这一块去了。就疼了。一刮就疼。哎，特别有刮的。